餐厅呢，当然我不是要跟你告白的，想让你复古一下。主要是因为你最近宣传期都瘦。对，瘦的那个衣服直接穿上去就滑下来，现在都要别别针，我觉得太辛苦了，所以我在这边摆一桌，请你吃个饭，好不好？不过说到你这张专辑，他也说是发的洋洋洒洒，找了很多人合作，钱洒洒洒，找了这么多人合作哇，那个记者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找我，那个拍 MV 第一支不要姑息嘛，找阿翰，对，来了要告白。啊、还好斑马线没有找我去演斑马线，还好千辛的告白，找胡爷，导演也没找你，这个其实哈、是蛮说不过去的，我觉得这就是唱片公司的不对了，哦，一切都怪给唱片公司，自己都没有事就对了，但其实我一直都是我除了虚导之外，只有你导演之外最想要告白，哎呦，真的假的？记者会当天，就是送花篮过来。没有错，就是我唯一送花篮来的朋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个花篮大家知道，我原本要送一只，结果那个老板娘搞错，他送两只。大两只，对不对？不错吧？对，很感谢，很感谢。所以有收到花篮就好。收到花篮。所以呢，这一次。为什么不照脚本走？让哥哥很难接。中间这脚本走之后，老板是 MV 要找我，还要找我演。我明明也可以演那种感情很深厚的。你可以吗？我可以。多深？刚刚那个 MV 当中不是有一段感情？大家会不会觉得像要来看一段脱口秀或者漫画？这个 MV 当中呢，有一段我们就来呈现一下，就是我们多年不见，我们明明深爱，但我却发现了你有男朋友。啊！然后我心碎了，我很。但我有男朋友，却还是想要调戏。打打。打倒！黑寡妇，你辛苦逼你的头发是什么人？你看不到他。啊？是鬼？是灵魂。你看不到，你只要看到我的眼中，我只有你。你这个背叛了，你避过去一点。快点避！我没走啊！你不要走！你要抓我的手！你搞棒球！妈的！你知不知道我想你很久？尤其是你的小胡渣，我好想念你！你想要拿它当菜瓜布用？最好抓！最好抓！然后这段感情的烂戏呢，我们就是。